各位同学，你哋好啊！我系 Miss Lam 啊，林老师啊，今日咧就会带大家去到雀仔街。咁我哋而家个名咧就叫做元普街雀鸟花园。哇，你睇下个壁画几靓！咁其实咧入边咧就会见到有唔同款式嘅雀仔啦，即系有彩凤啊、鹦鹉啊、鹦鹉仔啊，我哋叫。咁以前咧就唔系喺呢度嘅喎。这个呢是由1997年3月落成的。在97年以前呢就会在旺角近住花园街的位置。那时候那里更多雀仔啦，我都有去过的。但是卫生方面就当然没那么好啦。如果由屯门去这个雀仔街呢就可以搭 58X、60X 和 67X 都可以的。那你去到太子道落车啦，咁然后沿住太子道行上去，经过花墟咧，就会见到噶啦。嗱，你见到左边幅图咧，就系佢嘅花墟嗰边嘅门口啦。嗱，你唔好挂住睇花，睇到唔记得咗佢啦。咁而右边呢一个咧，其实系雀仔街嘅正门嚟嘅，就会系隔行街嗰边嚟嘅。咁正门都好靓，咁啊由太子行上去唔好辛苦嘅，即系因为咧。这个门这个入口呢是有少少斜，一啲都唔斜嘅斜路行上去就到㗎啦。见到周边呢好多树啊，咁可以遮下阴啦，唔会太过热啦。好啦，入到去啦喎。咁首先一楼呢就会有一啲坐嘅地方啦。咁如果譬如话你行到好攰啦，咁呢度有得遮下，咁就坐喺度啦。咁但係又冇乜小卖部，冇乜嗰啲嘢嘅。咁嗰度有啲店铺嘅。咁就会系店铺是这个是卖雀粟啊，你不吃得的东西啦。那卖给家里的雀粟雀仔吃啦。还有很重要要买一些玩具给啲雀仔玩的。那么一阵都会带大家去看看的。玩具啲雀仔呢就喜欢照下镜咁啦，是吧，好像你这样喜欢照镜，然后在这里呱呱嘈咁啦。哇，然后在这里赞自己几靓。还有就是一些千秋啦。还有一些好像圆碌碌那些波，佢哋都好中意玩嘅。咁去到雀仔街咧，其实去到呢个位置咧，就啲市民中意逢星期六日咧，都带自己嘅雀仔咧出街，同去晒下太阳啦，俾大家去睇下啦。咁除咗呢种雀仔之外咧，就会系有啲鹦鹉啦。星期六日啲人都中意带啲鹦鹉嘅。咁我以前都有带过一啲彩凤仔出嚟啦，咁有啲市民都好鍾意围观啊，睇下咁有啲大人有啲小朋友都鍾意去摸一下啲雀仔㗎嘛，有啲同学未必屋企有雀，但去睇下掂下你啲雀都开心㗎喎。好啦，考下同学有咩英文识呢，英文字系解雀仔嘅，咁通常系 bird 啦或者 parrot 啦。今日介绍几个英文俾你呢，就系 cockatoo。咁係美观鹦鹉，睇个样子都够晒美观啦。咁其实个雀个冠呢係讲緊佢个头顶。如果佢好开心嘅时候呢，佢个冠头顶呢係会竖起啦。就算佢好嬲都会嘅。cockatoo。好，另一隻呢就係 cockatiel 啦。鸡尾鹦鹉。咁呢个头仲劲，张埋头添好似。咁佢好靚㗎喎，覺得佢。因为呢好似化咗妆咁，你睇下佢塊面红卜卜咁啊，橙色。咁呢隻就唔係话好贵，几百蚊。咁头先 cockatoo 嗰隻呢就几千蚊，而且要订嘅。即係讲嘢㗎嘛嗰隻，係咪？咁啊呢个就係彩凤啦 ,parakeets 或者係 budgie。呢个係一般小朋友入门可以先养彩凤。因为你容易捉佢啦，比较细隻啲。咁你喺屋企买咗个笼呢，就算你伸隻手入去呢同佢握下手啊，佢哋都好开心㗎喎。咁初初呢就会啲雀仔可能会好驚，即係你一伸隻手入去呢佢就飞到癫咗嘛。咁但你要慢慢同佢培养感情，等雀仔会咬你嘅手指嘅，咁但你唔好驚。因为呢佢冇手㗎嘛。佢就会咬下你隻手指之后呢，其实係感觉下或者係适应下你个中气味。
咁慢慢咧佢就会信任你噶啦。好，然后第四个英文咧就系、是、lovebird， 爱情鹦鹉咧就系、是、好多种颜色嘅，咁大概都系几百蚊，咁比较平嗰个咧就系、是。彩凤啊，所以我话几十蚊就得入门噶啦，即系一门价嚟噶啦。嗱，无论同学仔你系养猫猫狗狗或者系长雀仔啦，咁你都记住唔好三分钟热度，一定要养到佢离开为止啦。咁雀仔咧，你唔好养养下话，哎呀好得意啊，咁啊养一个月，咁原来咧雀仔。就算你俾咗人哋嘅话，佢咧就好认得主人噶，佢会唔开心，甚至乎咧有啲雀仔去到人哋屋企咧会咬得晒自己啲毛，咁等佢自己好唔开心，好唔开心，点解会有人要我咁啊？就会离开噶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俾啲片同学咧，就系、是、系一啲人样，系其他一啲人样噶啦。然后我截录俾同学睇嘅，请你大家欣赏一下。系啊，其实咧，只要你俾多啲爱心同耐性咧，其实雀仔都唔容易啊，都唔系好难养嘅啫。佢会好黐你啦，同埋都会真系练到唱歌噶、哦。本身佢就中意唱歌啊嘛，俾多啲音乐佢哋听啦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要带你哋去行一转雀仔街啦、哦。好，先讲咗呢个题目，有奖游戏嘅题目系。请你下次见到 Miss Lam 嘅时候，讲翻嗰四种雀仔嘅英文名，分别系 cockatoo、cockatiel、budgie 或 parakeet， 最后一种 lovebird。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，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，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。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，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。光亮的壁画，拙劣的涂鸦，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。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过度，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。定制的招牌坐落在桌上，一封封真实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当街灯亮起，
着美丽的那双人舞。冰冷的拉长，感到总要皮，这次海风是否盲目的古董树，他们的时光相近，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、yeah、喧嚣的海报放在温暖的阁楼阳台，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，我习惯给予他微醺时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，这世界一蜘蛛孤单都被征服，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，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当街灯亮起哈拉拉漫步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。
就去到呢度為止咯，都差唔多要走噶咯。咁我下次咧可以帶大家咧去埋附近嘅金魚街啊，睇下好多金魚啦，同埋有好多龜仔，我覺得好靚噶喎。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